作为很多球迷来说，申花中卫一直缺少能攻善守的球员，像李建斌给人感觉就是毛躁和不放心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建斌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加成熟稳定的发挥，相信他的实力不会让球迷失望。申花后防线终于迎来范志毅接班人，99新星实力不足，未来将挑大梁。作为一个职业球员，为国出战是他们的终极梦想，对于李建斌来说更是如此。正当李建斌踌躇满志在中国杯上准备完成国足首秀，李建斌因伤早早告别了中国杯，这让李建斌为国出战的梦想不得不暂时搁浅。申花中卫位置上的引援上也是下了很大力度，像李建斌、毕清浩、李鹏都是球队重点引进的中卫强援，只是这些中卫强援都没有在申花成为真正的核心球员，直到申花99小将朱晨杰异军突起之后，才让球迷看到了希望。这位年轻的申花中卫论比赛气质和能力都有当年范志毅的影子，所以只要给他机会，未来肯定是会挑起大梁。大家都希望申花后防线真正能迎来国脚级中卫，相信这位99后防线新星的发挥不会让球迷失望的。